你们知道吗？约瑟夫局长有个小名，有小名？没听说过呀。我也是听校长说的。他小名叫什么？叫史痴。啊，为啥叫这个呀？据说史偏科只喜欢历史，学到痴迷，同学们就给他取这个了。我喊一下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都进教室这么久了，还在唧唧歪歪。约瑟夫局长，不知道认不认识这个人，我找他。你找谁呀？我找史痴。到底是谁把我小名泄露出去的？是我。你想死是不？你忘了你今天生日吗？给你个惊喜吗？好像是哦。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你还在用苹果6是吧？你要送我苹果11？啊，不是，苹果6手机套。祝你生最近太忙了，我都忘了我生日了。你有啥好忙的？校长给我安排事了，让你们带吃饭工具来开会，带了没？带了呀。好，你的香水带了就行了。香水不是碗吗？你带碗来开会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凯文，你不会也带了碗吧？你不说我差点忘了。真是的，带上你的套绳，晚点要去开会了。不不不，我现在还有另一个擅长的东西。什么？日语，我可以当翻译呢。吹牛，我给你秀一段。花姑娘，大大的好。花姑娘，大大的好。我跟一来学会算命了。你又耍什么花招？那你算一下我能活多久，不准就滚去开会。你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吗？知道啊。你已经破产了。